早安，今天又是吃完的日子，死亡美人。我来看她是又在发她男朋友的动态，我知道。干。耶。好饿。一整天还没吃东西。快吃。超瘦。超瘦，真的。好瘦。谢谢。我吃得很漂亮。你也很漂亮。谢谢。是无意义的对话。环食，大家，我们来聊一个很荒谬的事情，就是王将前几天你是干嘛断了？不是吃东西，我的牙齿被我咬断了。我前几天在路边热心助人，跟老爷爷买了口香糖，然后就我牙齿。上次王将还跟我说他去咨询医生，然后医生跟他说，就是其实断了可以救他，要救他的话就要多少？要花20000块以上。对，然后他就说那不救的话会怎样？医生说不会怎样，他只会一颗洞在那里。然后我想说，那就给他一个洞在那，我说那个20000块，那小织女连牙齿都要生。对，人家我笑就这样，怎样去这样看你牙齿里面？前面我看到，好荒谬，我快笑死。没有，大家有钱还是要去用的。自己小织女的错误观念。你看王嘉文就很喜欢动作很慢这样子，然后我每次都会骂他。你猜我刚刚跟大家讲什么？怎么样？你猜？你在磨人吗？你看他都自己都知道。朋友来接我们，大概11点我们回家也只能睡觉。Hello， 这边他们喇叭上不用钱了，没有信号他就发一个。对。听到没有？交响乐。下面这个是你中的，王嘉文帮他拿起来看一下，超重的，切了重量了。现在第一站，他带我们去吃海底捞，因为王嘉文家没吃过。想吧，你是侥幸了，王嘉文。严太子，等一下，你先进去。给你看个东西，这什么？因为有这个好屌的机器，要花钱，然后要花钱干，那我没办法玩了。我们小织女，我之前买的包裹寄去他家，他跟我说叫我名字写500可以吗？他们现在一下点牛蛙，一下要点猪脑，哎、欸，你们没有吃过的、啊。他喜欢吃睾丸吃的。对，斑比喜欢吃睾丸。好辣的，尝一下，很脆的。试试看，鸡皮疙瘩。试试看，试试看。你要站一下，你要站一下。臭啊！臭，真的不臭。有味道。吃了你会爱上它。哎，哥，来，站一下。你要站一下那个料。这人真的有病，他还是强迫我吃这个什么牛蛙。王嘉文，你给大家看一下那个青蛙。没错，来看这块肉，正常的，它背面。大傻眼，这个脊椎外露，到底谁敢吃？他们一直叫我们吃这个，我们快吓死了。那它的骨头，吃完了。我的搬运工很 man 哦，感谢我们的 ANBNB。我这不是豪宅，无所谓。这边的 Airbnb 提供服务很好，哎，对啊，还可以拖行李。重点是人员也挺帅。人，我们只要夸他帅，他那个脸颊那个颧骨就会大上升。这样说，我颧骨好像很高的。哎，你现在讲这句话的时候，你颧骨整个下不来。大家看他真的很帅。他这个苹果肌大上扬。要被萌死了！你看这女的，她妈一早起来就化妆出去拍照。大家看一下王嘉文的眼睛，她每次在卧蚕都画两片白白的。这是卧蚕，不觉得很无辜吗？我觉得超级老气。他说他煮水饺给我们吃，心好男人。虽然他头发跟陶乐比一样。对，可能做个早餐。
你们看他穿了一个超级浮夸的睡袍，超扯的，这什么有钱人睡袍，大傻眼。真的好吃，让他认证。噔噔，因为大塞车，我们要搭地铁。你真的很像迪乐吧？你看，夸张，这就是我在跟他讲什么叫苹果肌。我现在这样夸张，他那个绝对出来了。东路，所以你们就在这里面唱歌就很火。那你唱一下。对啊，我帮你开了。笑不笑？真的唱啊！唱，他是歌手。原来他是歌手，在抖音不是很多在这边唱歌的。歌手真的是歌手。那你唱一下，我听一下歌手怎么唱歌。头发飞起来了。不行，这个没有质感。你刚说什么？故意想让他吃。对呀。妈，唱吧。换你表演了。我是偶像派。应该会破音吧。好美哦！要进去参加。银杏。蛮美的。很漂亮哎！现在要下去喝咖啡了。啊，再次见到我们心情是非常好呢。没有，就很难过。靠北啊！去哪？去毛毛。够吗？因为那个灯都关了，只能看美女。我请出。蛮美的，虽然灯有点暗，但拍起来是蛮漂亮的。坚果乐乐多，然后这边有一个东方乌龙日落。你要这样讲话啊！啊，要这样讲话话啊！我真的好开心心。我要石榴元气居。好，下架了。西瓜有吗？西瓜也才有。这个芒果厚酸露。还有别的东西吗？那个牛油果酸。牛油果也。我们什么都没有，那。绿茶。然后还有一个冰淇淋。冰淇淋的话现在没有了，只有雪糕。你要喝什么？冰粉冰。什么阿华雪糕？阿华甜吗？准备一下。回家聊，现在就是喝酒时间，这人是有病，就强迫我们喝酒，想迷奸我们吧？那叫什么？人间把酒。还有这老人。真的，我们这23岁年轻的世代，怎么会有这种老台词？听不懂他在讲什么。小一岁，看起来像30岁。我吗？卸妆。化妆卸掉，真搞笑。那可乐，你觉得王嘉尔卸妆几岁？加个10岁。你屁呀、啊！他跟我卸妆很年轻哎。对他卸妆比较像小朋友。马丽文，女人。马丽文是斑比。他没有马丽文。笑死。请问他给我打扮是什么意思？好棒，我们现在要出去超市。我啊，去死吧你！你看这么冷，我还可以穿短裤。你今天真暖吧？真的啊。疯了吧？白痴哦，你才疯了！我要出去冷死喽，大家。所以我可以嫁去那个住很冷的地方，对吧？非洲吗？靠北，你们东北不是也很冷吗？说非洲有礼貌，好美。我们今天要就是在家里煮火锅，然后去年的这时候我们在韩国。然后真的是此时此刻，对，此时此刻的我们也是大家一起在韩国，然后帮延太子过生日，所以大家晚上延太子会来，延太子是很开心交到我们两个这种贴心又漂亮的朋友。对呀、啊，超级大美女。哈哈哈哈哈！跳舞真的很好。
走了，走了，别跳了，走了。上瘾了。尴尬。天啊，我们这边发现这个日本超好吃的，就长这样的冰。才100多块吗？是吗？哎呦，一支100块，我吃不下去了。什么鬼啊？你在干嘛？早安，宝贝。车动手，软的。超市买火锅时间。我现在在吃口香糖，你在吃吗？有。这口香糖是我们第一天说，我做完先把牙齿给咬断的那个。学长。冲丢了！他们刚刚打冲丢了！煮火锅时间。真的很无言，我就收我们的包裹，你还拿？可我已经订了蛋糕，干，这是今天的。我自己在家订了一个。啊？你怎么自己过生日？这个人真的很奇怪哦。我们就说我们的包裹了，还给我站起来拿着。你说是你的衣服啊？你是说你要被爆？你管我们？我妈自己拿、啊。奇怪，我刚吓到我，真的很紧张。哎呀，这人很奇怪。我起来啊！他去开门了。叮叮叮！其实心情很好，但他怎么点？对，烧死我！快！叮叮叮叮！Hey, let the you, da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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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da， 自己唱可以吗 ？Hey, birthday to you, yeah， 吓到了吧 ？Yeah， 终于吓到了，王八蛋。那你们年龄好像写错了，写错了吗？23。啊，抱歉，把拿掉。好巧，竟然放错。那个怎样啊？插回去。祝、啊、大家可以赚更多的钱，身边所有人的平安。好，第三个。自己的心灵。这愿望越长。耶！耶！开头。鼓掌。好，生日快乐！生日快乐！这是我们的冰箱，我的最爱的冰箱。我的也是我最爱的冰箱。我的也是我最爱的冰箱。